去。哎呀！哎呀！这边，这边。哎呦，好像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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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的解药。好了啊，多谢了。走。炫迪传奇，激活水灵珠。水灵珠有感应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生命之水一定就在附近。你们看，生命之水就在那儿。水灵珠来了！这个解药怎么还没一点好转？难道解药……淘气，你怎么了？身上怎么还有毒气呀？不能让炫迪担心，不然会影响小龙旗的升级。我没事儿，解药总得有个过程。来，我们比赛看谁先到生命之水那儿。我不会输给你的。嘟嘟。哇，真美呀、啊！生命之水，我们来了！生命之水果然不同凡响。这纯净的生命之水，嗅嗅都让人觉得神清气爽。好了。我们赶快用生命之水激活水灵珠吧！极地登场！是土狼，我们去阻挡垃圾王。是哮天出师，四雷冲，凌风现身，闪去。土狼沙化弹太厉害，蓝猫他们抵挡不了多久。炫迪，赶快熔珠。土狼刚才的攻击伤到了水灵珠，生命之水消失了。水灵珠也受损，水之源再也恢复到以前美美的样子了。炫迪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生命之水只是暂时被黄沙覆盖，只要能修复水灵珠，我们还有机会。那开始吧。可是，怎么了？水灵珠需要用你自然之子的能量才能修复，可一旦灵气耗尽，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为了让水之源变回原样，我要冒这个险。可是淘气，相信我，我能办得到。加油！龙的力量，雷影，生命能量加速。水灵珠开始复原了。炫迪，炫迪，我要睡觉，不要吵我。炫迪，你不能睡呀、再坚持一下啊！我要睡觉，我要睡觉。哎呀，好疼啊！你为什么打我屁股？炫迪，打起精神才能修复水灵珠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要修复水灵珠，我不能睡觉，对，不能睡觉。我们跑动起来，跑动起来就不会打瞌睡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让水之源变得美美的。身体变得越来越难受了，全是土狼给我的解药有假，看来水灵珠有感应了，我一定
定要坚持，让炫迪自然之子的能量尽快恢复。炫迪，快来，来追上我！淘气，淘气，我超过你了！加油，我超过你了！加油啊！炫迪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炫迪，加油！我们一定要尽量拖住垃圾王，为炫迪龙珠争取时间。是是。手下败将，看我超级无敌沙花弹！我来挡第一弹。哎呦！哎呀！你就跟我一起沙花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四雷，快压住垃圾王啊！以为一个小小的四雷就能压得住我土狼吗？如果加上我呢？还有我！你们这群疯子都不怕被沙化吗？不怕！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完蛋！我还以为你们龙骑团都是英雄呢，幸亏有一个胆小鬼。我菲菲现在不胆小了，我的任务是给你最后一击。救命啊，老板，快来救我呀！淘气，我的能量在消失，光跑步不够，快用极地的冰雪来刺激我。不行，你会受不了的。来吧，淘气，别忘了我是自然之子，我会没事的。淘气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一定要撑住，帮助雪迪修复水灵珠，千里冰封。我一定要坚持，才能恢复能量。一群好伙伴，勇敢的龙骑团。淘气，你说我乖吗？我很乖吧？乖。那你为什么从来不表扬我呢？我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偷偷的表扬我。淘气，淘气，你快看啊，绿芽！是地下的生命之水浸润了土壤，让这里又生机再现了。耶！我的能量也再恢复了。嘟嘟，老板是靠不住了，不过我也不会跟你们一起完蛋的。关闭！糟糕，垃圾王砍断了自己的手臂，跑了。水灵珠就要修复了，我要再加把油，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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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！超级无敌沙花弹！被我摧毁了，这下老板一定会大大的表彰我了。这是水之源唯一的希望，我要保护它。小草，越不要我碰的我越要碰。淘气，别这么活蹦乱跳的了。这只会让你重金属污染得更深，因为你吃的是假解药。什么？假解药？雪迪，哎呦，淘气，雪迪，淘气，雪迪，淘气，淘气在表扬我，淘气在表扬我。既然你们这么在意这棵小草，那我就先毁了它。让开！哼，让你知道不听外婆话的后果。让不让？不让。嘿嘿嘿，你不要我碰杂草，我偏要去踩。哇，
哎，怎么回事？收了地下生命之水的绿芽在激活水灵珠，绿芽激活水灵珠，我要摧毁它，马上立刻。水灵珠重新激活了又怎么样？玄迪，你马上就要灰飞烟灭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力量啊？哦，我的水灵珠！龙的力量，水舞！变回美美的了。哈哈，水之源又变得美美的了。太好了，玄迪，你保护了大自然，这就是大自然给你的回馈，真是好样的。淘气，你虽然不说，但我知道你一直很爱我。玄迪终于成功融合水灵珠了。玄迪，怎么了？我感觉到地球上大量的水资源在遭受污染。你马上定位污染源的位置，我立刻向拉拉博士汇报。定位到了，在大海深处。我已经向拉拉博士汇报了情况，可以肯定，这又是 YY 搞的鬼。他命令我们立即出发，阻止歪歪。龙骑队员们，出发！龙骑团前往海底垃圾污染源，途中遭遇土狼的伏击，他们能摆脱危险吗？请看下集。